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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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4年9月28日。莫非系虚则实之啊？咁啊，实则虚之，虚虚实实，华容逢关羽啊，系咪啊？咁呢个系诸葛亮同曹操玩嘅游戏啊。结果曹操就向人哋煮饭嗰个地方咁啊前进啊，觉得一定系空佢。咁结果见到关羽啦吓，赤壁之败啊。就话说普京啊，发放一个即系唔知住伦敦嘅朋友仔惊唔惊啦？最后警告咁。就播放呢个 Final Fantasy， 亦即系中国嗰啲咧，日日都点样抗日成功啊，啊收复台湾啊，有好多嘅短片。咁佢又播放咗一个蘑菇，咁啊摆喺呢个伦敦上边，呢个系俄佬啊电视台嗰度，即系惊你听唔到咁样啊吓。咁佢研究啦噃，佢模拟咗用电脑啦，可能斯诺登嗰啲啦，一场毁灭性嘅激袭，总共咧会导致85万人气化，200万人受伤，咁我哋当然唔想啦，系咪？而且啊，针对用家嗰个 target customer， 呢段四分钟嘅影片系以英文解说嘅，虽然系俄罗斯人拍，系嘛？似乎就系啦，要呢个英国收回啊，即系拉米嗰啲咧，要拿出勇气来嗰啲，收回暴风之影嘅嗰个批核，即系唔好俾呢个乌国使用嚟激袭俄佬嘅境内，好惊。咁啊，佢系佢，咁得唔得咧？就最近咧吓，佢尝试即系话已经有呢个意图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全球仍然系犹豫紧嘅原因啦，啊，因为美国人仁慈啊，即使啊普京表达咗意图啦，仍然唔系几好嘅咁样啊，避免双方就触碰到呢啲最后嘅底线各样。但系最近试嘅时候，你知啦，苏联时代隔咗咁耐嘅时候咧，佢嘅一个叫做好犀利嘅。即系思路嗰啲咧，龙珠系咪揭示咗啲事咧？佢啊真系好似嗰啲咩菲利啊、思路嗰啲物体啦。当佢想进行呢个模拟嘅时候咧，系出发失败啊！嗰嚿嘢，我哋一齐嚟睇下发生乜嘢事。话说普京大帝最明确啊，即系之前嗰啲唔够明确啊吓，你信唔信我乜嘢啊？嗱咁样发出最后一次挑衅性警告，唔会最后一次噶。你睇唔到嘅时候，要拍多几集咁样咯，即系好似抗日神剧咁啫嘛，散步。本一夫长做长友啊，就极力宣传嗰套影片啊，要求英国收回暴风之影嘅批核，好惊喎！英国佬啲嘢咧，你无论喺度话佢点样软弱啊，各样都好，当佢真系使用起上嚟咧，就连德国元首1942年啊吓都呆咗，佢估唔到嘅吓，丘吉尔佢咪当个醉酒佬睇咯，点知吓识用巧噶条友仔，邓寇克大撤退啦啊，雇佣。用疑兵，咁当然啦，系呢个 Mr. Hay 自己贪心啫，好多嘅大战略啊，都系因为佢贪心，同埋有样嘢就叫做边际利用递减，即系一次使用闪电激袭就话啫，咁多次都系人哋识防噶啦，同样啦，拍埋片添，你第几次啊，大佬？你一开始就用啦嘛，可能会惊啲嘅。咁目前喺 Telegram 嗰度咧，个 CO 俾法国嗰度钳走咗嗰个啊吓，就播放呢个影片。设想呢件事情，想象下好啊，个名都劲过人啊吓，叫做沙皇格勒，即系由列宁变做普京，不如叫普京格勒啦。咁啊喺呢场模拟入边啦，会使用到一个当量啊系750千吨嘅强大装置啦，会好似太阳一样有950米嘅半径，即系1公里范围啊吓，同埋真系用咗气化呢两个字。庞伯又讲啦，中心系位于西敏寺嘅，你知唔知点解无？批啊呢样嘢，你点会一时间就啊？不过可能啦吓，但系你又冇嗰个谈判嘅对象噶咯。如果你使用到呢样嘢 ，when the time comes， 因为 OK 嘅喎，英国人，你讲呢样嘢嘅时候，可能10个有9个，即系你咪咁样做咯。咁样你知唔知点解？因为冬天冻啊，佢哋想暖少少啊。此其一也啊，其二啦，英公咁样做嘅时候都嬲噶嘛。不过都系唔系几好嘅，大佬，国家冇咗嗰个指挥系统。但英
各方面呢佢又冇啊，到时真係举手投降㗎喎。因为苏格兰啦、威尔斯如果冇咗，即係如果真係发生啊吓，似乎係会咁啦，唔係点啊，冇晒个指挥中心啦嘛。咁但係你知唔知司纪言啊第一日做嘅嘢系乜嘢啊？咁又同你讲下喎、普京唔好咁得戚啊。佢第一日做嘅就係参观咗呢个三叉戟啊，同埋已经写下咗呢个总统嘅首令。即係佢唔会冇后果㗎喎，如果普京格勒咁样做嘅时候。咁但係啊佢把炮，因为俄佬境内呢嗰个人口嘅密度系疏啲嘅，只能够咁讲啊。咁佢提你喎，嗱仲有啲乜嘢啊，佢令我諗返你一套戏啊，嗰套戏呢我 fast forward 都唔睇啊，真係望咗几眼咋，可能你有睇过啊，咁你唔好彩啦，叫做地球停转时啊，唔知有冇人睇过啦，係模仿呢个模拟呢个系咪嗰啲咩轴心西移啊，各样倾斜啊咩嗰啲。就话说佢提你啦，当中啊有啲乜嘢系会处于足容嘅光衬之下呢，加油站啊、汽车、变电站，咩啲电动车啦，一早已经会啦嗬。仲有天然气设施啦，同埋进一步扩大范围添，去到唔知咩格林威治啊、伊斯灵顿啊、翁之沃斯都会受到影响。你等于呢曹操赤壁嘅时候，哎呀今日咁鍾意讲嘅，一讲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就写信俾呢个孙权，同佢分析啊，朕带住呢个80万大军南下啊，想同你会师，佢叫做即係你自己就好绑呢个刘玄德啊，同埋自己去投降啦。咁后世呢都有人示范咗俾佢系会点㗎喎，就係、是、呢个李后主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跟住赵匡胤就送佢返故国啦，不过系送佢啲骨粉返去。咁然后佢又同你讲话，嗱呢啲嘢呢係会有一种叫做电磁波，咁呢啲电磁波呢之后就会令到更加多嘅人受影响嘅，唔使问下贵啦吓。咁呢套模拟嘅影片啊，佢同你睇日本嗰啲动漫差唔多嘅啫，冇分别，即係中咗呢个非礼或者思路嗰嘢囉，呢个地球咁係要请出黑悟空帮手。而佢又同你分析埋 daily life 喎、哦、就係、是、呢座城市啦啊，你嗰个医疗资源系唔够㗎，到时仲讲医疗资源，到时唔系研究呢啲嘢㗎啦。佢就话啦，入面有20间嘅 hospital 啊，有11间都喺范围入面，剩低嗰啲咪外围嗰啲啦。喂唔对路喎 啊， 即係中心密度高啲啊嗰啲 hospital。如果唔系你咪即系唔系平均分布囉。咁如果你由核心数落去的，而且确唔系平均分布㗎啊。啊佢又教晓我呢个伦敦嘅地理啊，俄罗斯地理课。咁到底呢个俄罗斯轮盘啊，做唔做得到呢？话说佢用嘅一个就叫做萨尔马特，系新一代固定发射，你唔可以好似嗰啲流动呢啲海啊、潜艇嗰啲。英国已经发明咗啊，可以喺流动嗰度，可能俄佬都有啦。但系你知啦，莫斯科号各样嗰啲啊，唔系喎，用潜艇噶嘛。乜都好，会唔会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㗎，喺度研究俾你睇又失败各样，其实佢成功嘅。咁你 assume 佢係成功嘅好喎、哦、亦即係点呀，你预咗都得㗎啦。甚至乎啊会唔会呢，即係乌国啊，当佢使用到暴风飞影嘅时候呢，全部人全世界陷世界 monster 呢个俄佬㗎啦，会有啲咩反应。咁之后就要高度戒备。其实就係呢个批文啊批出咗之后呢，俄佬境内受嘅嗰个激袭呢唔係暴风飞影啊，而系真正佢而家拍緊嗰啲嘢，我想讲就唔系伦敦啊，而系莫斯科啊。咁冇嘅，普京格勒啊一定系会有嗰啲咩地堡啊各样啦、啊、条友仔讲你听有咩大帝各样啊，实情啦同呢个近平一样啊，驚到乜咁。大家諗下八门楼时候三国演义讲啲乜咁就得㗎啦。当其时啊吕布俾啲麻绳各样呢绑得紧啦，咁於是乎曹操就话啦，绑缚不能不敢，虽然呢呢个吕布大叫啦，可唔可以松啲，兄弟松啲。咁刘备就话啦，即係提醒曹操喎、啊、你记唔记得丁原董卓之事啊，啊曹操笑一笑，其实佢都系诈加依文嘅啫，都知道答案㗎啦。万一刘备掉返转就话留下勇将使用罢，咁样你话会发生乜嘢事啦，啊曹操觉得呢条友仔样唔熟添，唔系讲吕布啊，而系讲刘备啊。
即係俾啲咩建議我。咁呢嚿嘢比前一代嘅 Satan 啊，咁啊威力更大啦。可惜嘅就係、是、你肥仔金都唔會啦，試射係失敗嘅。咁俄佬境內嘅嗰個電磁波指數啊，突然之間會上升嘅噃。咁同埋有好多嘅長津湖，佢啊表演俾你睇啊，好多嘅俄佬咧搞嗰啲 info war 啊嘛，資訊戰。咁所以斯諾登啊各樣一味就喺度利用到啊嗰啲 AI 做好多嘅短片出嚟啊嚇。咁我哋亦都見到啦，都係喺沙皇格勒嗰嚿嘢度望到嘅啫。即係俄兵是如何多麼的勇敢啊！當佢見到烏國嘅無人機時候咧，覺得冇希望啦，於是乎楚霸王烏江自刎。亦有影片顯示啊，兩名俄兵相擁啊，拉動咗手女，即係普京嘅意思。你莫非想我哋全俄兵啊被逼㗎？一切啊，即係今時今日似乎活路就係向另一方投降啦。個問題，兵荒馬亂之下，唉，兩邊啊，前門拒虎就後門進狼嗰啲啦。即係你前進嘅時候，人哋都驚你做啲乜嘅喎。嗰陣時就係咁噶啦。而家咧，你冇得講嘅，對方係唔會對你有任何嘅，即係你傷不到對方片嗰啲係分號原因啊。人哋用無人機噶嘛對住你啊，咁於是乎咪叫你放低曬啲嘢各樣啦。如果你講1945年毛澤東係如何戰勝嘅咧，就喺遼沈淮海平津啦，三大戰役啊，定國之戰啊嘛，千國民黨154萬餘人，你睇下個數目你又知啊，當其時毛魔係幾咁厲害啊！去到1960年代更加唔使講啦，中國人民志願軍啊嗰陣時都已經哇幾千萬，但係為咗掩飾，於是乎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嚇，嗰度又冇咁一半啦，似乎能夠講芝麻人沒有一個是蘑菇的，就唔係三本一夫啊，亦都係啊芝麻係芝麻啊嘛，蘑菇係蘑菇，兩種食品嚟嘅，唔可以撈亂。真正痛恨嘅、痛心疾首嘅，同埋有人話毛岸英炒蛋嗰嘢咧，搞到毛魔有啲失常。真怨恨者啊，毛澤東也喎。咁當其時佢哋點做咧？就係、是、有監斬隊，後邊嗰啲咧啊，就督住前邊嗰啲一排排咁樣啦。同時啊，最前嗰扎係啲竹興啊，又或者係老百姓啦，孭住啲棉胎各樣驚人哋，即係調翻轉嘅噃。因為城裏邊啊，嗰啲長春啊嘛，人民就想離開各樣嘅時候舉手啊，佢又俾人趕翻入去，當然係用呢個普京格勒方法趕翻入去啦，甚至乎送堆俾你添，入邊都唔夠嘢食啦。而長春入邊嗰啲將軍啊，似乎就即係都好仁慈各樣啊，冇諗過城內嘅唔得嘅，始終人嚟噶嘛咁樣，咁結果就冇啦，成個城幾廿萬啊，咁就冇咗啦。有冇諗過啊？攬住一齊嘅啫喎，結果真攬炒者啊！總之呢啲咁樣嘅短片啊，普京格勒入邊嗰度充斥住嘅，而家嚇以前就係講緊對烏國方便嘅，咁啊顯示對烏國嘅震慑，但系今时今日嗰啲咧，就似乎系要你怜悯呢个俄佬嘅人民各样，因为佢使用到嘅系绞肉机啊 ，minced meat 嘅 strategy 战略，一排排咁样，而且都系冇经验嘅，唔知边度搬翻嚟噶，甚至入边咧有啲中国加入嘅，啊，唔知系咪得到呢个叫做72个美女诸如此类嘅承诺啦？喂，有啲搞错咗，俄佬唔系信呢啲嘅，对家嚟噶。如果你讲即系人种方面啦吓，亚洲一带咧真系冇嘢。而家乌国同俄佬嗰啲咧就自相咁样去对抗，但系佢哋全部肤色咧真系啦 ，anti-whiteism 啊呢啲叫。到底不停播出呢啲嘢，系想对方掉以轻心啊？即系我唔准噶吓，你有少少侥幸啦、啊、咁样，定还是系即系想人怜悯呢个俄佬咧？呢啲远程嘅激袭，即系讲紧呢个萨尔瓦特啊吓，系需要好多嘅卫星导航啊！你知唔知西方国家可能会做嘅系啲乜嘢咧？而目前啊吓，亦有人就即系西方好多、啊，反而系右派嗰啲、啊，系上天有好心之德诸如此类，冇嘅。面对长春围城各样咧，你只能够狠下心肠，就唔可以因为对方佢用绞肉机战略，你估普京格勒谂嘅系乜咧？佢唔知呢批人系冇呢个战斗力嘅咩？咁点解佢要摆上前线啊？目的就系用人口嘅压力啊嘛。嗱，你唔系话人人平等各样嘅咩？邪魔外道，我谂你要灭绝尸体上身啦，倚天屠龙记啊！而呢枚所谓嘅萨尔瓦特啊，吓系可骑载总共啊吓一个
个集合，好似集束舞臂咁嘅一个宾道，包括十枚大嘅、十五枚中嘅，包埋一齐。咁但系咧喺呢个发射嘅嗰个井口嗰度啊，佢未能爬出呢个坑。我讲紧嗰粒弹炮啊，你包住咁多嘢系咪先？目前就只有2022年4月20日嗰次系成功过嘅啫，后期几次都失败啊，成功机率系 25%。咁冇噶噃，你唔排除试下佢成功噶嘛，系咪？此其一也，你都要防备啦。其二啦，你都估到点解嘅？当初要吓你嘅时候，梗系揾啲坚嘢上噶啦。但系有冇咁多坚嘢先得噶？嗬，试次就唔系试强啊，而系试弱。咁搞法嘅时候，虽然西方国家不再害怕啦，你见到都越嚟越强硬啦。但系由于已经入冬嘅关系啊，你都预期呢几个月咧可能哇差啲噶啦。12月，即系仲有2个月时间咯。咁你话乌国会点咧？一定系巩固阵地啊！由嗰个位，如果你讲暴风飞影咧，已经去到莫斯科噶啦。但系就剩低个零月时间，将会决定美国嘅未来啊！咁如果系逢咗必共啊，美共上咗去嘅时候，亦都大机率啊吓，何妈支持度啊嘛，即系冇当其时阿登登辩论完嗰次咁，目前形势大好系咪？咁如果系佢嘅时候咧，咁啊唔使讲噶啦，大家都知会点噶啦。唔系、啊、中间偏左啊，已经向右转咗噶啦，唔系极左，即系咩啊？一个温和啲嘅马克 A 啊，即系咩啊？有冇睇武状元苏克伊啊？就系、是、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